感谢神二十七的祷告帮助我对教会有更深的认同及归属感，特别是为牧师师母祷告的部分，可以了解牧师师母近期的服事内容。我觉得可以透过祷告扶持我的领袖是一件很感恩的事。另外，透过二十七祷告也帮助我的视野不局限在青年牧区，可以更多了解其他牧区的近况，也在宣教外展的部分透过祷告可以跟宣教前线的家人连结。二十七的祷告对我的生命有极大的帮助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